陈、黄一航入场。下一队上场的是王雨辰、黄一航，来自红奥奇迹滑冰俱乐部。今天王雨辰、黄一航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在节目当中出现了一次失误，但是在其他动作方面上，单人跳上面和几个大的动作方面上都是可以拿到 GOE 的加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赛季他们还是更成熟了，滑起节目来看到回放当中，他们两个也越来越默契。碾转三周，可以拿到 GOE 加二到加三的质量。我们知道，我们看抛跳、碾转、
对冰场的覆盖率和高度远度，你的好的进入和好的滑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今天的单人跳跃都完成得非常漂亮，我们也看到了这对运动员在抛跳碾转托举方面上还有单人跳方面上都是越来越精进了。这是一个立式换轻式的托举，向前的前内螺旋线，抛后外点冰三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作有一个大的翻身。双人联合旋转，你知道在旋转当中滑联的要求是需要有三种基本姿势，雁式、蹲居和直立。如果在旋转当中你只做出了两种基本姿势，那么在这个转上面上是要加 V 的，那么你的基础分会被降值。分104.15分，总分159.03分，当前排名。但是我们还是祝贺这位年轻的选手。